你用工商爸爸的 GeForce Now，唉，想解决屏的问题，还是得用 GeForce Now 啊。十天一次啊，GeForce Now 环节玩游戏，对，又来了。虽然是用 GeForce，可是我还是玩 DVD 吧，没什么差吧，不影响我操作吧。给你们看一下好了，有的观众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这就是它的硬体需求。不管你是电脑，你是 Mac。或者是你是安卓的手机，或者是你是 iOS 的手机，这些都是可以用。它的硬体需求非常的低，大家看得到。我们看这边，它就是完全是给 GeForce Now 那边去承受它硬体的需求。就你只要网络够好，然后你的电脑只要正常一点，能开机，记忆体只要有正常就行了。基本上就是可以用这个程序去玩的游戏。会员方案这边，你是台湾大哥大的，你还可以去搭配它的指定方案，坐在这里。你们也可以先试用它的免费方案，实际进去试玩一个小时。免费方案玩1小时要登出，还有可能要排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你可以到第三个这边有一个白金方案，你先立即体验1个月，你先买它个1个月，你就不用排队了。跟各位宣传一下，所以现在从5月1号起到5月31号 ，GeForce Now 有跟电商合作 ，Momo 的跟 PC Home 还有 My Phone 购买指定的商品，可能笔电、桌机、萤幕或者是电竞周边，它就会送1个月的免费的会员。然后你还可以参加黑色沙漠的聚宝活动，详情网址在这边啊。你们如果有想看的话，可以去看。不用下载游戏到你的装置里面，云端串流都帮你运算好。目前呢，支援800多款游戏，然后有近100款的免费游戏，而且现在干爹还加码，5月11号到5月31号，只要现在加入白金会员，前100名还可以得到游戏大作《控制》终极合集哦，还不赶快加入！我是不知道多少钱，所以我不敢乱说，要去看一下。开始喽！我在双层屋这边，这边有一台。我在树坪啊。MM， 他在看我。MM 巧克力。哎，你讲到巧克力，我就想到那个大理石巧克力，那个现在到底还买不买得到啊？我真的很久没吃，可是又想吃。他在看我们，完了啊！队友被他白嫖啊！完了，这队友在看，还在看。这个队友完全不晓得他在看呢、欸，被他白嫖啦！他快三，他应该二阶一半哦。你说那个大理石巧克力，我大概在讲什么？可是那个吃起来味道没有很好耶。我很喜欢吃耶，我觉得那味道很好吃。完了，他上来扁我。以前小时候很好吃啊。其实我觉得跟明治那些比起来，我觉得明治还是比较好吃一点。我快没了。哦。没事，我在帮你们。我把他压昏了。我在拉缸那台。拉开了，他下来了。他好像有封窗，有他有封窗。我不知道他去哪了。他翻下窗户之后，他又过来了，他过来了。躲一下，躲一下。他好像有医生眼。哎、欸，我竟然被砍到，这么离谱的吗？我想说，我有那个百折，应该来得及耶，结果来不及，好丑哦！三 K 救我，哎，他有医生眼，他有医生眼，他过来了，他过来了，哎、oh 欸，他本来想翻窗，结果抱到我了啦，我应该直接硬补起来的，哎、欸，他进去了，哈哈哈哈哈，哎，应该养下来吧，我满了，我满了，我满了。他在里面翻柜子，他在里面翻柜子，狠狠地给跑起来！快跑啊！欸，他是不是永二啊？我感觉他是永二，欸，你有没有发现他都不看？他们把他二阶之后还有在盯好一段时间，我有看到。哦，他翻窗好快哦！我的天哪！对啊，他有封窗。
他是玩倒地流的欸。Yep。你满了吗？没有，我刚爬到板下来。那你快离吧。他知道你在这里。嘿嘿，他不知道我躲在这里，嘿嘿。他不知道，嘿。快满了。然后他又回来了，怎么办？别，先等。哦，我一个疯狂躲他视野死角，欸，他一个发现不到我，欸，专注真的很好用，欸，走超快的。他看到你，那他什么时候要把刀子放下？人民的双手。哎，你怎么在前面？你怎么被板子前面，欸？你怎么被挤回去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这游戏。我本来想说，我压他，然后救你，你知道吗？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刚好三阶，刚好退了。我怀疑有人在搞哦。哦，他被砍了，他被砍了。哎，欸，我这边跑过来哦，二层后面。快走！我先救箱子，希望能救个手电筒。哎，欸，打开的是拆除工具箱，对不对？我记得。对，欸，我发现人被砍倒的那一瞬间你会看得到他在哪里，欸，你说在技能就是他不是有对他不是有击倒出局吗？他被砍倒的那一瞬间你会看得到，那一瞬间你会看到他倒在哪，欸，只要你有看着他，他在中间晃哦，他在我这里，他在看我，完了，我在白给他狂看，欸，那个人补满了，没办法，他在盯我。啊，他有点来回的，他一直在白嫖我们，他在偷看我们。哦，这还没脏到，哦，视频版还在的样子，我记得。你还能起舞吗？我觉得他会先封你窗，封窗来。哦，他也是一个我叫你封的那种类型的鬼吗？到的盗版吗？好像不太行。他给我压，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应该是没差那种。这边还有板。一个字哇！我一个 timing 哎，把他玩昏哎，这边失误应该就没了，完了。哦哦，我有各种 timing， 他要吐啦！啊，我吐了，也没了。不行了，这点队友了，那太爽了。我还在旅游，刚开始而已。没事，我直接用医疗箱那个，他现在一定在砍人。Oh shit！ 没事了，他砍人。我们先闪。他过来啦！他来砍我啦 ！Oh my god！ 我去楼下等你。你等一下在上面看到我了。他在追你吗？对，他在追我。Oh？ 然后我卡墙，他已经死掉。完了，他现在不会被 fake 了。他不吃那个了。我没看到你倒哪里，我刚补血没看到。就我们分开前的那个板已经压下来了。那他来我这。他帅板。他帅板。有听到了。我看到你。他过去了。我等他手放下来，我再上去。他应该会抬我吧？没有，他击倒流，他不抬人。他在帅板。中间马路上睡吧，我快满了。
完了。哇、哦、哇！他有快刀哎、欸，好狠哦！完了，他是个狠鬼。他回头了。我去摸队了。他回头了，他回头了。再板。如果找不到倒了另外一个韩国妹子。两个都在我这，两个都在我这。哦，真的假的？还在我这里，还在我这里。要不追了。他来砍我啦！完蛋啦！我看不到路了。有看。来追我！哦，全员复活了，全员复活了！别再补啦！完蛋啦！那几个补血的死定了，真的，绝对死一个。知道啊，我刚跑掉了，然后他还在那边补、欸。不过还蛮赚的，他是猎物，要快刀，挺削的。哎、欸，你把他补起来是不是？对，我把它补起来。你们要不要先把血补满呢？哎，那我去砍那个韩国妹子。我、哦、天哪，这些人是怎样啊？只爽了没？你帮我，我去救护车，你帮我补个血，我补快满了。好，你在那边等我，你在那边等我。我在救这个猎物。我先把它拉起来。或者我们的发电机有没有那种快修好的，先把它修开啊之类的？应该是没有吧。刚那几个队友都聚在一起，應該我不知道那个人倒哪里，我也找不到。而且他三阶现在应该掐着。哎、欸，他在你那，他在你那。Oh my god！ 我感觉他在房子里耶，那个人那个队友。我先修外面，外面的小房间。没关系，那我先不理他，我先修，给他一点压力。哎，他现在三阶吗？还是你吃两刀？没有没有，二阶，他往双层过去了，我现在看不到他，我在吃倒在视频。不要动啊！队友刚刚动了一下，害我又多补了，完了队友又要跌倒了，哭啊！这是在玩什么？哦，啊，这队友你好了吗？我补满了，他又回来了，等一下，他又回来了，在我这，我死了，我好像太慢走了，哎呀，太慢走了，对，我还在修机，不来摸我哎、欸，这把要凉嘞，这样看起来，对，要凉了，这两个队友傻逼的，哦，又跌倒了，而且我快流血流干了。他好像看不到你在哪，你要往他脸上爬。尽力。有吗？他看到了吗？他好像找不到你。他看到，他找不到我。孩子，你在哪里？报给我。我在双层旁边。有地下室的那个吗？对，旁边。右边，你的右边。看到了，看到了，他过来了。快溜！他追你，我死了，我死了，我一样在双层底下，这边没板哦。你的血还很多，这边没有板哦。哎、欸，我很少看到 M N 玩极导流的、欸，我在干嘛？没地方跑、啊。抓的不错，其实。犹豫，因为刚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他走哪边啊。我在你现在往双层的方向走过来就会看到啊。OK， 轨道我这哦，我在轨这。他过去喽，队友在站着给他看呢、欸，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欸、难怪我们会输，长这样子要怎么赢？裁判有内鬼，嘿嘿，哎、欸，你赶快试一试呀、啊，我这里有下水道。台湾人啊，他在那边点头。但分数好少。你说极导流吗？极导流赚不到挂钩分数啊，正常。我说我分数好少。哦，是你哦。那也是没办法。哎呀，你走了。
我不走，怎么说？哦，刚刚那个是一个要滚快滚环节，我一个不滚，怎么说？那我这一次的区域分体验呢，就到这。你们刚刚实际看起来就是它的游戏画面，然后硬体的部分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去担心自己的硬体不够力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用，然后你的网络是正常的就 OK 啊 OK。